木匠努力慢了脚步，就到别个所在时，故乡对兵耽搁了。那传有什么秘密？木匠奴，你能肯定太岁必得到此地吗？是。木匠奴有难言之隐，请两位见谅。与桂枝堂有关的物件吗？也算是吧。桂枝堂的真相，只是一本册，以及黄金打造的太阳之海。一本册，把黄金打造的太阳之海。一本册是在最后关头，部分领主书写后中迄四书，黄金打造的太阳之海，千万人之首，不称太阳之海。黄金打造的太阳之海，就是用黄金所未来的军队。那迄四书的功用，用来找出用后中以规制政权的领主，但迄四书中迄群领主，现在。也抱持相同的立场吗？不管对谁讲，太岁将因的迄些事，上至严冬将军的面前，你想这发生什么事情？因的受到猜忌，不但领地岌岌可危，连性命嘛危险。该时无好，必有一番肃清与震动。太岁在以大量黄金、招兵买马、连同大臣、召唤将领。也是桂枝将军所留下再出政变的筹码，在桂枝将军知晓局势急不挽回之时，下令掏空七座的金山，并收罗领地之内做互相宰捕，将总部之地转移桂枝堂，作为他日不幸之用。桂枝堂的下落，就同时以最一种信任的代将太岁。知晓，所以军神对桂枝堂也虎视眈眈。如果将太岁得了桂枝堂，军神以金鼎两证就要头疼了，中原就可以平安。木蕉奴，你无想过这种可能吗？木蕉奴始终是东英人，我终于知了，你为何不杀太岁？多谢你出色，回公园了，快回头找找太岁吧。